很丑的衣服，真的吵死了。还有一个东西要，一定要你帮忙把它丢进去，對對對，好不好？就是你，你这个屁孩！请妈咪，应该人家是很乖的女生，对呀，哎呀，都不要欺负妈妈，有什么好控诉的？哎，尊重，你来，人在吗 ？Hello， 妈妈怎么样？妈妈，不，站上去就好了，站着跟她讲。哎，这很可爱，小太妹，很活泼。怎么样，妈妈？她有乱买什么？用麦克风讲，她乱买什么？妈妈每次都会乱买一些那个什么？哪个？哎，那个过期的，过期的什么？泡面吗？过期的东西，泡面，泡面，过期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泡面比较便宜啊。啊，真的？不是，买过期商品，我不是买过期商品。每次去一个商店都要买一次泡面，真的。爱买泡面就会有一个状况，就放一放就过期了，对，常常会这样。是买太多，谁要买过期泡面啊？很久，泡面吃多也不好。他怎么啦？他买泡面啊，一直买泡面啊。因为我家里附近有一个便利商店，讲开会。什么啦？这个孩子比较失控，我们用不一样方式来对待。好，他都买什么？买泡面啊，泡面，很好啊，买泡面很棒啊，好棒哦，哎，好会买泡面啊，好棒。还有什么要控诉的？还有手机壳，买手机壳啊，好棒哦。手机壳很好，保护手机耶。对啊，很好啊。手机壳，如果那个手机不想要了，然后那个手机壳呢，不就放在那边吗？哎，放在那里，好好哦，很漂亮的摆饰哎，哦，好棒哎，漂亮。可是不是放在那边就没有用吗？他都把它塞在一个地方，所以家里都会很乱。很多不会啊，乱的吗？会整理的，对呀，家里就是要越乱越好。我觉得你的手机壳沉了。真的，妈妈可以卖别人。手机壳扯呀，哎，好，还有什么要控诉的？还有，妈妈都会乱帮我买一些很丑的衣服，真的，丑死了。这件也是吗？真的，对呀，真的好丑，真的好丑。哪有啊？丑死了，丑死了，好丑，丑爆了！你在地上爬一下。这衣服怎么那么丑啊？好绿哦。在地上滚一下。我不喜欢。那我们到他家去看看，好吧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家庭环境，会让一个可爱的孩子变成这样？崩坏。他最喜欢买的就是泡面，都过期了。这个也过期了啊，这个也过期了啊，这个也过期了。变坏怎么办？后悔吗？呀，这样起码炸！哎，我再来介绍一下，我那个最讨厌这些那个手机壳，看，里面有很多的手机壳，我都有点不喜欢。看这么多，一个手机也不用那么多手机壳啊，而且手机也是要换的啊。反正他有用很多手机壳，但是都没有那个，都少用了买了，然后用，然后又没有用到。这个小屁孩，我最讨厌这个小屁孩了，不把它丢掉好了。小屁孩被你说小屁孩，那真的就是小屁孩，小屁孩图案的手机壳。原来妈妈喜欢小屁孩做马桶的样子。哇！我妈要买很多衣服给我，但是我都不喜欢，尤其是这一件。你看，上面粘了好多只猪哦，一大堆猪头。就算它有什么花，我也不喜欢，因为我最讨厌这些猪了。算了啦，全部捐出去丢掉了啦。我妈妈买了很多保温杯。这两个盖子不见了，买一个就好了啊！而且，这个，如果我把它带去我们学
笑的话，那我会被我妈生笑，反正我都不喜欢。来，神偷把妈妈的东西给拿进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来看一下。这个妈妈很像，也是玻璃阿姐呢。嗨，小偷。嗨，你是不是想？小偷很尴尬。偷两个半。哎 ，Hello， 我难得同意他，说妈妈帮他买的东西衣服都很丑，真的好丑哦。怎么啦？哎，我觉得没有人会穿这个了吧？哇，哎，真的好丑哦。好像年要穿，好像小狗的。这个小时候如果帮我穿这个，我会去自杀。太夸张。哇，哎，真的。哎呀，这件还可以啦，这件很可爱。对啊，这很好，可是这个是红衣小女孩穿的。啊，这个都过期了，手机壳啦，没有，手机壳，哎，这个很可爱啊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我也会买。其实手机就像你要穿衣服一样，要随时换。结果你连手机壳都是泡面哎。对啊，真的。但其实手机壳现在用不上 ，size 不对了，对不对？我找一下我那个屁小孩的手机。哦，这个 i6 吗？屁孩的 i7，i7。手机壳你在哪？屁孩手机壳，我们看一下屁孩多屁，什么？哪一个？有什么画像？我们一定要把屁孩手机壳找出来。今天没找到，我看没办法抽到啊！屁孩，耶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来，镜头拍一下，来，拿你拿去前面。哇！知道流程啊，对，很进入状况的一个小布丁，布丁布丁，你怎么那么气？小布丁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。一定要你帮忙把它丢进去，好不好？就是你，周楚除三害。来，周楚，周楚。没有。进去，进去，进去啊！好，进去，进得去，进去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再见。玩骨功。哎，他玩得很开心。这女儿太可爱了，因为人家喜欢买收藏一点什么，这难免。对，哎，但也不能买 over 了，这样就不行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哎，怎么了？麦克风送我。好，哦，你喜欢那个？啊，你不是说人家买的都很丑，还要送你？可是这个你看，你这个屁孩，屁孩，屁孩，机器人浩克，浩克。谢谢。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小布丁独自一人等妈妈。此时黄衣陌生人靠近，他会怎么做呢？嗨，你有玩宝可梦吗？会啊，我有玩啊。主动哎，我们一起玩啊。我手机还在我妈妈那边的。主动搭讪，这样不行啊！我好想要打到广告。CP 都多少？完了。我也不太清楚，是我爸爸帮我练。哦，你有在练哦？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，可是，我又不可以告诉别人我的名字。干嘛，小布丁？没关系的，我就直接说吧。小布丁。啊，小布丁哦，要怎么快速的伸展？我因为觉得这个好慢哦，我要卡25很久了。那你要那个很常打那种，比如说超梦啊、奇拉丁啊。小布丁马上就打开新房，叫陌生人怎么玩？这个话要爱屁啦！哇，我觉得你好像蛮厉害的，巧克力请你吃好不好？啊，谢谢。我又没有吃进去，我就只是收而已。你在等妈妈对不对？嗯。那我想说，要不要去？你要不要去打道馆？哦，好，可是我又没带手机啊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带我去打就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打，好像就一直点而已。好，走吧。走啊，我们去打。好，就去打道馆了。啊，你没有带雨伞吗？这样淋雨，妈妈不会骂吗？不会啦。不到十分钟就被带走了，我们看看小布丁跟陌生人独处多久。那我牵着你的手好了，这样比较安全。然后你滑。美术纪念馆。没纪念馆。我不知道哎，在哪里啊？两个还手牵手呢。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你不可以跟陌生人乱走？没关系啊，因为你是动物嘛，警察。好，我是动物。没关系，他是动物啦。他是动物，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。啊，为什么妈妈现在还没来？他平常都这么晚吗？没有啊，他平常都明明就很快。错啊！不负责任。像这种。
也会慢慢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们现在是走这边吗？对吗？啊，你家住这附近是不是？还是我们就直接走回家就好了？我睡了，我去跟我妈妈说，我抓到了一只皮卡丘，再回家就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走，走去。我也不知道回家的路，随便乱探险。哇，那感觉蛮浪漫的。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，不需要有太多理由，一直这样陪着你走，绝不回头。给你解释，他没有梦游啊，梦游是你说的，他是他真的梦游，因为他穿睡衣出去外面，不管他做什么，对，你又不认识他，对，他包尿布，你也不能理他。如果说他是学校的老师，你是认识的，或者校长，或者同学，同学的爸爸妈妈，那还 OK。你跟妈妈约在那里，妈妈要来接你。啊！你又跑掉，你这样子对吗？万一他是假装好像是好的皮卡丘，结果他是坏人，那结果就把你整个……对呀，他就梦游了，我怎么？他没有梦游啊，宝贝，来来来来来，叔叔跟你讲，机会教育，叔叔跟你讲哈，来看前面，来，他没有梦游啊，他就是一个人啊，那他会骗你说他在梦游，或者他是皮卡丘，对，啊，你就跟他走，万一妈妈来找不到你，那怎么办？你不要那么爱体熊。体熊听得懂吗？你就爱讲话，对，爱讲话。因为陌生人，你要跟阿公阿嬷、跟爸爸妈妈，这还可以。啊，你跟他，你如果在路上啊遇到叔叔啊，你说啊中宪叔叔，这是认识的人，这样还可以，这样懂那意思吗？要不然你看这样跑掉，你要是我女儿，我会很难过。对，找不到人呢。对呀、啊。